不是才刚分手的李晨张馨予吗？是的，你没看错，他们俩那么亲密，可不是什么已经重修旧好、破镜重圆了，这仅仅只是这对昔日爱侣主演的电视剧《到爱的距离》里的剧情而已。不过怎么看都让人觉得好穿越啊！我觉得你真是个笑话，而且还特别可笑。可你怎么会喜欢这样的女人啊？她十几岁就跟别人男人上床，还怀了孕，你还把她当个宝，笑话真是！我你来，你来。戏里男女主角分分合合，戏外李晨张馨予也已经分道扬镳，于是就连畏惧宣传也只有李晨一人独当一面。或是怕媒体问及情感问题，李晨这次的宣传可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，不仅在台上只说了一句话，更是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。娱乐新天地，如有雷同纯属巧合，上海采访报道。